哦，这一棒曾松恩扫到了左外野的位置，来看一下球到底在哪里呢？大巨蛋的第一轰出来了，鱼柱曾松恩要历史留名了。他从王维忠的手中敲出了本季的第一轰阳春蛋，同时也是中华职棒在台北大巨蛋例行赛的第一发全垒打。今天2-2，我们两个都猜错了，彩票没了。哇，恭喜曾松恩把他的长打能力给发挥了出来啊！观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见证了历史。他今天打王维忠的球确实打得很精彩。对，那这颗球确实也是投在狮头的位置，有点往本垒板中间的位置进来，对曾松恩来讲当然不会犯过。他本来就是很有 power 的选手，扎扎实实。